台湾民众有超过70%是反对 face， 那我认为宪法法庭要来讨论废除死刑这个议题，有任何实质的讨论或思辨，我认为都是好事，但不应该要仓促的形式。就我个人来讲，我认为台湾目前并没有废除死刑的条件。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尤其自己的行为要自己负责。我从头到尾，又有从基层办案，看过很多无视的被害者之痛，我反对废死。那像这个目前这个37个死刑犯里面啊，您相信，因为里面有杀警，还有就是这个分尸案的，您相信这37个全部都是无辜的吗？我相信目前我们的死刑并没有废，我们还是要按照法令才能够维护司法正义。